想骗我了。住！真的，我就在楼下，你等我一下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啊！蒋星城，你们在干嘛？洛洛，你出轨了是吗？出轨谢霜。我不是你想的呀啊！不然哪样？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啊！别走，不喜欢我你就直说，你就干嘛冲我闺蜜？我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哪里不好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没有。双眼，快说！别碰我！我冷啊！你全身上下哪有点像女人的样子？放开！我怎么了？走了，手，他已经碰到上头这么久了，来不及了。别跑！趁没人发现之前，我们赶紧走啊！蒋星城，你属乌龟的吗？你躲什么躲？你认错人了。你是不是还想说你亲错人了？我再说一遍，你真的认错人了。你没发现我衣服都不一样吗？你别想骗我了！住！好啊，夏洛洛，你出轨！什么情况？撞邪了吗？夏洛洛，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不是这样。张阿姨，我看今天洛洛的事得给我一个解释了。妈，他们恶人先告状，我是看到蒋星辰进来之后，我想把他拉出去，不小心亲到了之后，他就……阿姨，我会负责的。哦，我明白了，祝福你们，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你，哎，你别过来。你看，没有骗你吧？你谁呀你？你凭什么亲我？我亲着倒大霉了，跟你这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男人连亲了两次。小燕，这就当做我们的结婚礼物。你神经病吧？还挺贵的。你跟我结婚，不就想把我当成恢复自己的道具而已？我不接受。而且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。